所有的功德回向，所有的学生，他的爸爸妈妈健康，他的祖先超度，对不对？要这样慈悲，这个不用花钱啊。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你就知道，佛法不是信仰而已，他要有智慧，了解怎么做可以改变命运。你要健康，很简单，照顾病人，布施药给别人，好。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朝圣之旅的团员们，在索南格西与战日法师引导下，忍着饥肠辘辘，来到了距离儿童之家不远的慈悲戒毒所参访。大众在新建的足球场帐篷内，听取索南格西为大众介绍慈悲戒毒所的神秘因缘。慈悲的这样一个事业。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一阵剧烈的天摇地动，7.9级的骇人强震，造成上千房屋倒塌，上万人民伤亡，众多孩童沦为孤儿，受难民众流离失所，此情此景，着实令人悲惋同心。为不忍众生受灾害所苦，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及时募资并筹备运送，特派战日法师从马来西亚出发至尼泊尔，实行物资救灾及抚慰偏远弱势村民的慈悲行动。
苦的我的东到街的也是他们在街东的也是对对苦的南区开门的对苦的不是那些的是然后我们是跟他们说了叫俺们说的苦的我们在那边但我让了娘娘但是你同样的妈妈同时娘娘可能是拿我过来了一些节日但是你刚刚的说了我们在过卡拉门的三间的卡拉门我说这些你在什么时候叫他们的门因为你在东到街的时候因为现在都看了没了的三月间看不好看了什么表示了吧那你广大没这样喜欢了没这样干嘛这个以后都是这些高手是那么什么情绪什么手是因为季节的节目当中开过节目了是那你因为和水平给什么还都给 Live TV 多呢那你满足了被中文广大你修炼呢满足没这样的那没这样可是东方某某的看了我们我给写这些东西了，你们那个看了这到这头的那空了，这种东西特别强是被加强的，尽把这些情况放在别当啥的是，这些设备工作它公司搞的多，这一块多呢是生意，这些工作最用他们的天长的，啥叫啷个的来的是，三江多啥用，咱们那用过的是，这些他那么很多基础的这些农巴的萝卜切的，但农巴先把的修几个月或者枯树。고원은시당나인바라인가라이친해서같은나대등안소념도도되고그랬어时间回溯到三年多前的尼泊尔大地震，在救灾的过程中，索南格西看到太多因饥饿而舍报的灾民，幸好慈悲的海涛法师率先捐助$20,000的食物救助，解了饥饿灾民的燃眉之急。格西在感念海涛法师的慈悲之余，日后也开始了连串在尼泊尔的慈悲善行，而戒毒院就是其中一项。慈悲戒毒所目前共收容70几位院友，大众恭请海涛法师慈悲，为数位成功戒毒戒酒已达2年的院友颁发纪念品，便举办切蛋糕仪式，大家热烈鼓掌，现场精通手足的其他院友受到现场气氛的激励，也大声喝彩，对于戒除毒瘾似乎更多了一层信心。在戒毒院内，院友们彼此关心鼓励，让许多曾经备受家庭社会亲友们歧视的吸毒者再次有了重新站起来的动力。最后海涛法师为大众慈悲开示，今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要想尽办法戒毒，所以佛陀说征服自我才有生命的快乐，调伏自己的内心才有生命绝对的自由。住在这边的70几位生命的战士，因为能够征服自己的欲望，包括不管是喝酒吸毒，生命才有真正的自由。同样我们出家人也是在努力做这个征服心中的贪欲嗔恨的毒，不然我们的生死轮回就很痛苦。所以我想各位愿意来到这个地方，代表你愿意征服自己。所以佛陀说没有欲望的快乐超过有欲望的1,000,000,000倍，特别各位都是男人，男人是最容易修行跟成佛的，所以我们自己改变了，那你的家人就会很快乐，世界就跟着我们改变。所以来到这边看到各位的努力，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那我们所做的各种功德也回向给你们，愿大家都互相祝福。但是希望大家永远记得我们的兄弟在这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看他们样子，你看个个又帅又凶又聪明，但是因为他们的环境嘛，没办法，因为尼泊尔没有戒毒的监狱，你要在台湾随时就抓起来了，不要你交钱，那这边要戒毒你必须要出很多钱，然后你才能够戒毒，所以这边只有卖毒品可能才会抓了，吸毒没人管你，这也是很特殊的地方，那所以就要靠民间的努力。那我想要做这个工作太难了，但是我们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啊，所以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世界上在吸毒的人太多了，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吸三毒吧。
但是至少我们有佛陀一样，就像他们有格西在一直引导了他们，加持了他们，所以我们才能够不断一步一步的征服自己。所以我们帮助他们，我们也可以很快的戒掉我们的心毒。你要戒毒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帮助众生，去帮助那些可怜的人，就像我们天天烟供，天天去找地方去帮助，所以你就发觉你内心就极静的状态。所以慈悲是最容易戒毒开悟证的空性的方法，所以你要一直去帮助别人。就像刚刚他们唱歌，他们敲那个板子鼓砰砰砰多好听，但是我想当他们在唱歌，让我们在听，我们在鼓掌，那个时候他们就不会吸毒了，因为他们唱歌让别人快乐，所以你自己就会很快乐。世界上吸毒的人太多了，包括社会上的芸芸众生，也都无时不在吸取贪嗔痴三毒。感恩长久以来，我们有慈悲的佛陀一直在引导着我们，加持着我们，我们才能够不断一步一步地征服自己。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孩子的心灵宛若洁白的画布，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让最慈悲的开示，让大智慧的法语，让具教化的节目沉浸孩子的身口意，令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有菩萨，
友善之事常相左右，处处关照。